杂音呢？刷展厅？没有，没有杂音。没有杂音，有可能是展厅音乐啊。没有杂音。我来帮你们加成。没有，没有杂音。现在好了是吧？那可能是刚刚头发扫到了，那可能是头发扫到了，宝贝。八万七了是吧？宝贝，看看九万啊、哦，我们九万下播好不好，宝？给咱俩来一个，给咱俩来一个完美的收官好不好？我们来一个收尾好不好，宝贝？下午还播吗？不播了，小可爱，不播了，咱俩受不了，嗓子受不了。早上的话是8:10到我们的10点，然后中午的这边的话是11:30到我们的一个1点，嗓子受不了的小可爱啊，翘二郎腿啊。哎呀，不能，我没有穿那个鞋，不可以，不可以啊。来宝啊，点点赞哦，小凯点点赞哦，宝贝赞在现在加成之中哦，好了是吧？爱你们哦。好吧。彩丽兰简单，再把脚在地上跺一下。彩丽兰是不会，你看跺，好，结束。好了吧？可以了吧？爱你们哦，宝贝，踩了哦，满足你们的要求了，我跟你们讲，对不对？爱你们哦，完美收官是不是？啊，来，宝贝，拜拜，爱你们。明天早起的话，8:10不见不散哦，小可爱。爱你们哦。